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系小周，今日又继续翻嚟我哋嘅 G Spin 啦。琴日咧我就玩到去第二回啦吓。话说其实今日咧就已经去到第三回啦，系啦。第三回一开波嘅嗰段劇情咧，我可以剪一剪翻出嚟喺呢度再播俾大家睇。咁就系、是、讲咗咧，我第二回完嘅时候就打完冇奈树啦吓。咁、就之后就。出现咗 FD 啦，即係呢个高桥启介啦，係啦，咁就如无意外咁即係第三话啦。咁依家第三话第三回呢就会係打呢个启介嘅。咁就好啦，咁依家呢我哋就嚟喐佢啦，仲等咩呀真係。呢个梦魇版嘩真係六星好正呀、真係都几想要呀佢呢啲真係。嚟啦嚟。玩啦玩啦，系啦，仲有剧情嘅。Chasing Wilson， 新旧 IS 七系啦，钻子高桥兄弟，变咗反而系我哋呢啲角色讲。第三话系啦，嚟啦，最速传说篇。佢系未自我介绍噶，所以系话问下问好。有部车嚟紧，咁即根本系佢佢漫佢动画嗰阵时讲嗰句啦吓吓，话咩有部车嚟紧？佢咦唔系我哋个队嘅车喎、跟住话两只弯就甩开你啦咁啊。睇佢个毛组整得靓唔靓先啊！哎呀，睇唔到佢左边添啊！睇住先啦 ，OK 啦吓。同埋咧，其实我哋今集就可能会录翻短少少啦，因为咧，呢个咩咧？嗰啲油缸嗰啲嘢啦吓，即系我今朝自己玩啦，咁就都用咗啦啊！另外分享嗰两个都用咗。我又唔想用自己啲油住啊，一路储住先啦、轻松搞掂啊！系啦，依家我哋到3900分，差唔多4000噶啦。初击破，即系可以用佢头像噶咯，其实啊。惯性漂移啊！又难以置信啊！惯性漂移啊！又话见到幽灵啦，系嘛？又系呢、這个我哋嘅补充时候，咁啊补充啊，补充就唔用你啦，补充转翻86先啊！转86个油耗会比较好少少。系，争啲唔记得讲，我哋今集其实应该系圣诞节出嘅吓，所以圣诞快乐啦吓。同埋其实讲唔讲得切出都系一个问题啊吓，即系睇下剪唔剪得切，仲要睇下佢 YouTube 处理嘅速度啊，同埋本身圣诞节都要出去啊吓，即系今日就有个活动嘅吓。咁啊，系啲咩咧？就应该之后大家会知噶啦。好啲，轻松啦呢啲啊。始终呢啲保级嘅比赛咧，系纯粹俾你攞保级嘅啫，就唔会话整到好难嘅。4000分，嗱4000达成又多5张啊，很好。啊，同埋咧即系有个 friend 留言啦就话同我讲话叫我留翻，就唔话叫我留翻嘅，问我点解唔留翻啫？诶，留翻啲嗰啲 BB 卡啊，咁其实去到即系后边几弹咧，佢分开几回啊嘛，咁去到后边嗰啲咧，可能就会转咗你抽嘅嘢嘅名单嗰啲啊，即系可以抽到嘅嘢系会唔同啦
另外呢，其实有样嘢都可以同大家讲讲嘅，就係、呢个2016啊，即係呢个新春啊，就係、呢个即係元旦啦、我哋嘅元旦啦，佢哋日本就叫新春啦、咁就一月一号嘅时候呢，佢就有啲最强七星车啊，有呢个果塔啊 ,LP400 啊，就呢啲啊，咩隐券㗎嘛，储十回呢就可以抽一回嘅。就是第一弹和第四弹期间，即是我们现在玩的东西，即至到去2月6号应该都有的。不过它要1月1号，即其实第一弹会比较多。跟着就有这些东西，我可以抽福袋啦。抽完福袋到时可能就是会抽中它上面的车，或者你最 cheap 的话都抽这些。你预咗我们黑仔呢都是抽这些的。五等有啲波子喎 ，OUF 嚟啊，唔系波子嚟。跟住就二等奖就有呢个六星嘅 R35N 仔啊，三等奖啊，哎呀真系，我可唔可以抽到一等或者二等？我唔要，跟住同人换三等我想换佢得唔得？咁就佢依家都未有啲活动劇情啦跟住我啲油又未够啦，咁就不如就短短地就咁出咗先啦今次是为了赶圣诞节出咁就系啦，我会继续努力噶啦，不过今日就可能唔得闲玩啦听日啦听日就玩翻长少少，玩翻耐少少咁就系啦我哋下集翻嚟再见啦拜拜。